要不然一会儿咱们六个人集体来一下。行，可以，来吧，咱们万箭齐发，万箭齐发，给我们六支箭就行，我们一人一支。你是在欣赏我？来，我给你看我的伤疤。你就是贱。我这是为了保护你，我就怕压着你，我才往前迈了一步。你下回压我。最后一下了啊！不管什么结果，万箭齐发。王卓，走。感觉完美，感觉完美。哎哎，可以。太左了，又打上了。最后一下。对。最后一下，你可以理解成他要整个夏天就泡这儿了。感觉对了就走。对了，他老婆，哎呀，疼死了，我都感觉就行了。说明这确实不容易。阿云嘎，再试一次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我跟你讲，你射中的那一刹那，所有的摄像最高兴。哎呀，终于，天都高兴了，现在晕下来了。最后一箭必须是草原的孩子，一箭封喉。我们再来个万箭齐发，万箭齐发吧，好不好？是要射他吗？你别跑！哎，咱们对着他转一圈吧。飞行员，飞行员，你喊三二一啊！没有一个中的，你没出去啊？我一听你那个飞行器的声音，我膀胱一紧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咱一起瞄准他，来！我跟你讲，我们射靶子不一定，但射他很准的。来，准备，你听你的口令啊！小的射穿了，这一局的，这要不上个热搜，必须预定一个热搜。太牛了，这个，哇塞，最后这一箭，扬眉吐气了，扬眉吐气了。我们还行吧，老师们。什么叫我们？你别我们，就阿云嘎一个人。我们这波人就还不是那种，你非得蹭他的热度，你现在是。我们就不是那种来了以后一天，啥事儿没干。你今天干的事儿还少啊，你这一天成就可大了。